今天好像我们录制的当天是范丞丞要发新歌了，对，对，今天是要发属于自己新歌，就在今天下午5点。所以今天在这个棚里，我如果要玩手机的话，大家不要骂我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可能那会儿要开始，那我可能在发微博发宣传的物料，因为我有看到，还全网免费是吗？你对，哎，我们今天就打打歌呗，介绍一下这个歌啊。没关系，今天我的脑袋上面就帮我一直披一个宣传的海报，跟着我一起动，好吗？就我走在哪，这个海报就跟着我一起动。你歌名介绍介绍呀？这首歌叫《Can't Slow Down》，是一种快节奏，然后说唱歌曲，然后是你看了 BB 的生活以后有感而发，是不是慢不下来？你做你爸爸那个去正骨的 Vlog， 整个 BGM 也可以用你的歌，全是垫的是你的歌。帮我爸做一个我爸鬼畜，拿我的歌做也可以。安排上。Can't slow down, can't slow down, can't slow down.